脏了吧？他非要去玩这种烂兮兮的泥巴，轻轻的，宝贝，轻轻的玩。雨鞋啦，上春呢。啊，给你买双雨鞋吧，没有这么小的雨鞋。有没有实体店的雨鞋要试？等等啊，卤的面，爸爸再给他。这个鱼啊，暖的，这种面。面条，然后这里头大鲳鱼。刚睡醒，脸通红通红的，小妈给你洗个脸，还没洗脸呢。我洗个脸，宝宝，洗个脸，洗个脸。哦，宝贝，宝贝。糖糖，尝一口。妮妮。宝贝还是宝贝，来了来了，乖乖来了，宝贝乖乖来了，乖乖来。好，嗯，好了，宝贝，去吃吧。来了来了，妈妈先，妈妈先帮你做好先呢、啊。自己来。自己来，宝贝。这是面，鱼在这里。鱼在这里啊。来，自己来。鱼在这里。你要吃鱼就中。你知道他把鱼挑掉吃。有点翘翘那个小手指，这样呢？不能玩。不玩，因为宝贝慢点，一点点的吃。臭崽子！勺子没拿好，没拿好，拿好你拿好勺子，宝贝。好好拿。这样捏的，对、对，这样。我弄你，我弄弄你。你要吃口面的，看儿子吃饭，包红不两口子紧张的不行。怎么勺子没拿对？勺子没拿对。慢点，宝贝。吃完，吃完妈带你去玩。女女还没吃完，宝贝呢？整口面最棒了。整口面，姐姐、给叔叔阿姨看一下，是面面最厉害了。面面，面面。你吃完面面，妈妈带你去玩啊。来，宝贝，整一口。吃着吃着叫不叫妈妈了？妈妈。你先吃面面了，妈妈。哎，妈妈。哎，他先醒来都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嗷嗷大哭，他会先叫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
叫多几句，我要是不硬的话，他就哭了；要是硬的话，他就乖乖的。妈妈，妈妈，是吧？宝贝最听话了，睡醒不哭了。哎，妈妈，你小口点不行吗？吧唧咯叽咯叽咯叽，好好吃宝贝，你好好吃了饭了，又开始皮了。这还有个女女，看没？这里还有块大女女，这里。对了，哇，还有这么大块鱼没吃，嗯。妈妈。嗯。种金枪鱼，我们是25块钱一斤，那其实运费占了一大部分，从湛江买的，在本地的鲈鱼。不知道怎么觉得吃特别油，就特别肥的那种，所以跟老乡两个咬咬牙，还是给他从湛江那边买的那种金枪鱼过来给他吃，就我们两个省一口，给他多吃一口。这样不好玩的吧？你干嘛去啊？吃饱饱没有？吃饱饱没有？饱饱。嗯，饱饱是吧？饱饱就收工了吧？来，给爸爸收工。不能丢的碗，碗不能丢的。收工。你说收工。来的。嗯，收工。嗯，饱饱就收工。面面躲进去了，面面躲进去了，尝试去躲上。咚咚咚，咚咚咚，来拿着擦擦手，自己擦擦手，两个手擦擦，快点，两个手都要擦擦。Go， 我宝贝来，来。